当地时间3号，超级月亮现身夜空，在距离希腊首都雅典约70公里的波塞冬神庙，超级月亮慢慢升起，月光渐渐照亮了神庙的大理石柱子。而在西班牙，天文爱好者更是架起了天文望远镜，观看这一奇观，并拍照记录下这一美丽的时刻。此外，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地，当地的民众也都驻足观望这一美景。超级月亮可以简单的称为近地点满月，也就是满月刚好出现在近地点附近。